6 hours later. 需要帮忙吗？嗯，谢谢。搞定了。你从哪儿来的钥匙啊？不过还是谢谢你啦。谢谢你了。王冠，来杯可乐。好嘞。你的可乐。给我加点冰块嘛。嗯。不好意思，冰块没有了。那可以加点其他的吗？可以啊，你想加点什么？我想加你的微信。嫂子，你还加冰块吧？我操，武警！说多少遍了，不可以在网吧抽烟。是否取消订单？啊，爸爸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追女网管的第二天。姚米，我喜欢。好帅啊！谁呀、啊？王一博，我男神。他有啥好的？有我有男人味吗？你还有男人味吗？纯爷们儿。再纯的爷们儿，这个鞋带不还是蝴蝶结？我没绑蝴蝶结，我算了。来了，你又来骚扰我了？不是，我上网，老板在吗？嗯，不在啊。哦，那我就是来骚扰你的。不是不是，我是稍微打扰一下。你找对象不？不谈，我还小。你到底上不上网？上上上，给我充500。哎，你们这儿不是充500陪玩吗？对啊。哦，那你陪陪我行不行？行啊。真的？走吧。哎呀，又输了。你怎么这么菜啊？让开，我来。你能行吗？我可是做陪玩的，我怎么不行？让开！姚米啊，这都凌晨3点了，我在这儿陪了你一晚上了，到底你陪玩还是我陪玩啊？哎，我这不是教你吗？那你让我玩会儿呗。你这么菜，多学着点。你下来！我渴了，去给我买杯奶茶去。不去。再说一遍。来吧，我刚才教你的手势做一遍。这样吗？这是父母，能分开吗？可以啊。这是朋友，能分开吗？可以啊。这是兄弟姐妹，能不能分开？可以啊。这是我和你，能分开吗？分不开。不过可以凑合。可是我不想错过呀。